我坐这边，欢迎马云。我们都可能变成他的顾客的。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上市公司。我想谈一谈他个人的故事，谈谈他尝试了多少次，失败了多少次，为什么持续做下去，而且今天到了哪儿，是怎么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的，下一步去哪里，怎么去，而且一旦实现了目标，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意思，意味着什么，以及对他想启发的人意味着什么。首先我的问题就是，你为什么又回到达沃斯了？这七年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上次是2008年来的，但是2011年的时候我是来过，是作为七年领导人的身份来的，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过达沃斯，来之前没听说过。我到瑞士来的时候看到很多瑞士的年轻人在示威，我当时一看，哟，我说你们在做什么，他们说是反全球化，我说为什么，全球化是好事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喜欢。然后呢，我们旅行走了2个小时，还有机枪啊，还要检查身份，我觉得这是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是去监狱还是怎么回事。我参加论坛的时候，作为一个七年领导人的身份来的时候，我感到非常兴奋，因为有很多想法思路。3到4年里头，我学到的是什么叫做全球化，什么叫做公司、公民、社会企业，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，这都是新的想法。我看到很多伟大的领导人谈领导力，我受益良多。2008年呢，2009年金融危机，我当时想说还是回去干活吧，我们在世界上光谈是赢不了的，还是回去吧。花了7年时间，现在我再回来，我觉得应该回报了，我学了很多，12年以前学了很多，为什么不跟现在今天的年轻领导人去跟他们谈谈呢，分享我们的经历呢。好，我们先说说你今天的情况，说你现在阿里巴巴有多大啊，每天都有人，有多少人来买物买东西啊，每周有多少人啊，增长速度呢。我们有1亿多购买者到我们的网站上去购物，每天，这是1亿多啊，对，1亿多。我们创造了1400万个创业机会，这是有的是直接的，有的是间接的。我们呢是从18个人发展到3万人，14人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头开始的，现在很多很多人，跟15年以前相比我们很大，跟15年之后的话我们现在仍然不够大。你们15年以后会有多大呢？我想15年之前我跟我的团队说，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从零发展到这个规模了，15年之后我希望大家看不到阿里巴巴和淘宝，因为已经到处都有了。我想15年前我们还在谈什么叫做电子商务，为什么小公司能够用电子商务，用互联网能够出口呢。我希望15年之后人们早都忘记电商了，就像电一样，谁也不会把电看作是高科技。所以呢，我觉得15年之后，我不希望看到在街上仍然在谈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利用电商来发展。所以谈谈想法的话，是不是现在你超出当年的预期了呢？我们的上市呢不大啊，可你说的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上市啊。而且是在中国的话，你们是占银行的第二大的这个地位了。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们去融资，是300万-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，我们被拒绝了。我们说
我们也再回来，这次的当然融资融的多了一点啊。我觉得我们想的更多的就是$250 billion怎么花，怎么花的要有效率。这不是钱啊，这是世界各地对我们的信心啊，信任啊。他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，帮助更多的人，而且他们希望有更好的回报。所以呢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我们的市值超过了 IBM， 有人还有人说超过了沃尔玛。我们是市值最大的10到15家公司之一啊，全球啊。我跟我们团队说，跟我自己说，这是吗？我们还不是那么强啊。但是很多年以前，人们会说阿里巴巴的模式很糟糕，不会赚钱，这个那个的，什么的坏话都说了。亚马逊好，易贝好，谷歌好，我们阿里巴巴这个模式在美国是不存在的。我跟我们的人说，我们比人们说的要好。现在我们这么大了，我说不，我们还不如人们想的那么好。我们这个公司只有15年的历史，平均年龄才27岁、28岁，都是年轻人。我们做的事情是人类从来没有尝试过的。好，我就谈谈未来，再回过头说一下，你在杭州出生的时候，你们总部还在那儿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根是不能动的，一定要扎在那儿。你是60年代长大的，64年。啊，生于64年，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那是文革。我祖父是个小地主，解放之后呢，被认为是坏蛋。我知道，当年我那个时候真不容易。你是进了3个学院是吧？啊，你申请3个学院，每次都被拒绝了是吧？是啊，有个考试嘛，年轻人你要上大学，你得去考试。我失败了3次，还有很多呢，很奇怪的事儿，比如说小学的主要的考试，我不及格2次。然后呢，中学好像是考试是不及格3次，你不会相信的哈，在杭州我的城市啊，只有一所中学只开了1年，从小学变成中学。我们毕业的时候没有中学接受我们啊，我们学生质量太差了，所以呢小学就变成中学了。那么被拒绝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呢？我们必须习惯于此。我们这一点做得不好，现在我们也经常碰到人拒绝我们。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试了近三年大学都没进去，然后我申请工作是申请了30次。我想去参加警察部队，他们说你不行。就连肯塔基啊，到中国来的时候，24个人去申请工作，23个都被接受了，就把我给拒了。我想去报名参加警察，5个人当中4个人接受了，就是我被拒绝了。我呢被拒绝，顺便说一下，我告诉你说，我还申请去哈佛，申请了10次都被拒绝了。我知道，他们现在感到遗憾了吧？是不是？你说10次了啊？你去说，想去哈佛是不是？我想啊，我有一天可能会到那里去教学的。主持人说，我们可以安排这个。理查德·尼克森到杭州来了，后来呢，旅游业就腾飞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从那儿开始学英语的？是的。我不知道，20年间呢，我突然间就爱上英语了，而且呢，当时没地儿学啊，没有书，
所以呢，我去杭州饭店，现在叫做杭州香格里拉了。当时呢，这个饭店是可以接受外国游客的，所以每天早上啊，九年我自愿免费当导游，他们教我英语。确实改变了我，我是100%的中国制造哈，我这英语从来没在国外学过。人家说马云啊，你的英语怎么这么好？你有的时候说话像我西方人一样，我想那就是那九年，这些西方的导游啊游客呢，打开了我的眼界。他们教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很不同于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，在我父母那儿学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，我看东西的都要用脑子里想想，想两分钟。那为什么变成 Jack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？哦，这个名字是一个女士，田纳西的一个游客女士，她给我的名字。她到杭州来，我们成为笔友。马云呢，对她来说是很难说的这个名字。她就问我说：“你有英语名字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你给我一个吧。”她说：“好啊。”她说：“我的父亲是 Jack， 我丈夫也是 Jack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我就成了 Jack 了。你第一次去美国是95年是吧？是的，95年我去美国做个项目，帮助地方政府建高速公路。你试了互联网是吧？是的，我是在西雅图。是的，有个楼叫做美国银行，是不是还在吗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大楼。我的朋友在那开了一个小办公室，大概只有这个房间的10%，有些电脑。他说：“杰克，这叫互联网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互联网？”他说：“你什么东西都能够找得到。”当时他们叫 Mosaic 这个技术非常慢。我说：“我不用，我不想打字，因为电脑在中国是非常贵的，我要把它弄坏了，我可付不起。”他说：“你就搜搜吧。”我就搜了一个词叫做啤酒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大概这个啤酒拼写比较简单吧。我看到德国的啤酒、美国的啤酒、日本的，没有中国的啤酒。我说，我在打第二个词，中国没有任何数据，没有任何数据。这是95年，没有任何中国的数据。所以我就问我的朋友，我说为什么不做一点中国的东西呢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小的很难看的网页，叫做我当时有个翻译公司嘛，我们列了一个东西，感到震惊啊。早上9:45我们公布了网页，我结果9点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有电邮了。我说什么叫电邮啊？所以大家都感到非常激动，说你在哪里啊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中文的网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事儿呢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我们得做。你为什么把它叫做阿里巴巴呢？阿里巴巴，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知道互联网是全球性的，我们应该有个全球的名字，一个有意思的名字。当时最好的名字是雅虎嘛。我这想了很多天，我突然觉得阿里巴巴不错嘛。我当时正在三藩市，有个我在吃中午饭，那个服务员说来了，我问他说什么叫阿里你听说过阿里巴巴吗？他说是听说。我说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是就是芝麻米啊。我说哎，这个不错。结果我问了10个人，他们都知道阿里巴巴芝麻开门这事，他们都知道。我想哎，这个名字不错，而且字母第一个字母是 A， 你不管说什么我们都在顶上嘛。第一个吗？你过去说过了，建立了阿里巴巴，你要建立信任，因为人们呢是习惯于面对面的嘛。你怎么能够建立网上的信任呢？我觉得我们开始做业务在互联网上，你不认得我，我也不认得你，那怎么能够在网上做事呢？
那就要靠信任了。电商最重要的那就是信任。我想我第一次去美国去融资的时候，跟风险投资者人谈话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杰克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中国做事情都是靠关系，你在互联网上是做不成的。我知道要是没有个信任体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没生意没法做。所以呢，在过去14年里头，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建立起这信任体系、记录体系。查理啊，我感到今天很自豪的就是，在中国，在任何地方，人们都不相信自己了，不信政府，不信人，不信媒体，大家都说啊，这个人是骗人的。但是由于有了电子商务，我每天做的生意额是$6,400,000啊，相互不认识的，我也不知道你，但是我把产品会发给你，你不认得我，可是你会把钱寄给我，我不认得你，我给一个包裹，我也不找他，他会帮我这个包裹跨洋跨大地去送货，所以这是信任。我们每一天看到的是6000万次信任。你刚开始是搞了这个账户是吧？就是先留的钱，然后拿到货品以后才能够结账，是吧？是的，这叫阿里配，叫支付宝。这就是我喜欢达沃斯的原因嘛。当时做了很大的决定，头三年阿里巴巴就是一个电商市场，其实是个信息，你有什么我有什么，我们谈了半天不做任何交易，因为没有支付啊，所以我跟银行问，银行都不愿意做，说你这个东西啊不可能做成的，所以我就没办法了。我要推出一个支付系统的话，那是违反金融法的，你得有执照啊。可是我不做的话，那电商的话是不可能发展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来了达沃斯，听了一个领导力的讨论，说领导力是就是责任。我听了讨论之后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们同事，我说做，现在就做，马上做。如果做错了的话，如果有个人要去监狱的话，我去。这非常重要，对中国很重要，对世界很重要，一定要建立起这个信任体系。如果你不去做的话，而且不做好的话，要偷钱的话，要是洗钱的话，我把你送到监狱里去。就这样。人们当时不喜欢这样的。我刚当时教他了很多人说支付宝的时候，他们都说这是最傻的，你是最傻的一次，最傻的主意，我才不管你是傻不傻，只要人们愿意用就行。现在呢，有8亿人次用我们的支付宝，很傻，你做好了还不错。支付宝是另外一个公司，不是阿里巴巴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谈钱，你从中国政府都没得过一分钱吗？没有。我开始的是想要啊，后来我也不要了。我认为公司老想从政府的口袋里头掏钱的话，那你这公司就是烂公司。你要想怎么样从顾客那去赚钱，从市场赚钱，帮助顾客成功。中国银行也没给你贷过，中国的银行没给你贷过款吗？没有。当时我想要啊，现在他们要给我钱，我才不要呢。你和政府的关系，我想说说。如果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哈，他们说你的存在的环境呢是竞争有限了，所以你能够成活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于私营公司这是个好事吧。我想我们和政府的关系的话是很有趣的。头5年呢，我为政府兼职工作呢，这个外贸部门呢做了5年，做了14个月，是1997年。我学过了，你千万不要仰赖政府来做电子商务。我开始做自己的公司的时候，我跟我们的团队说，要爱政府，但是别跟他结婚，尊敬他们。很多人说，政府官员啊，都讲电商啊，控制啊，等等。
我觉得是机会，是责任。我们要跟他们交谈，跟他们说电子互联网怎么能够帮助我。所以你跟他们说就业了是吧？哦，是啊，一直是在这样说。很多人和政府辩论，抵制政府。过去十二年当中，到我公办室里头，我都跟他们说，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帮助经济创造就业机会？为什么中国能够由互联网而改善？当时啊，互联网对任何政府都是新鲜事物啊，所以你要说服他们，你是有机会的。所以今天我很爱谈，可能我现在很爱跟别人谈，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。那政府到你这儿来问你说，是不是为他们做一些事情，是不是啊？通常啊，政府来找我的时候，能不能为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都说不，我不做。我可以介绍一些朋友啊，帮他们来帮你做。但是你要持续让我就要做的话，我说那我做，但是我不收钱。下次你也不要再找我了。但是最近有些政府的机构来找我们，因为每次春节的时候，火车站车票很难卖啊，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啊，春节的时候要回家，可是要订票的时候，整个系统就崩溃了。有五年了，所以我跟我的年轻人说，去试试他们，一分钱别收。我不愿意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里买车票。这不是为钱，也不是为政府，而是为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老百姓，他们可以买到票。下雪的时候不用排队，用手机网上就能够买到票。在你的历史当中呢，有一个很大的上市的事情是雅虎，投资额是达到了10亿美元，对雅虎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投资。但是你自己融资，在中国外融资，投资者那里融资，融过这么多钱吗？我是感谢所有的投资者。99年、2000年，就雅虎那个时代的，很多人都说这个杰克是马云啊，是疯了。他做的事情我们是不理解的。很多风险投资者给你钱，是因为有这个美国的模式，都是很现成的。你这个阿里巴巴这个模式没见过，所以他们说你马云疯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我还记得，时代周刊谈到我的，就说你是个疯马云。我说我们疯了，但是我们不傻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如果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，都觉得我们的主意好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机会了。我们融资得到的钱，我们是很感激的。我们的投资者现在赚了很多钱，我感到很自豪，也很荣幸。你知道，在美国，人们倒提到隐私的问题，谷歌、苹果都是碰到这个问题。问题就是政府能不能够接触你们的文件。如果中国政府说你对人的情况了解很多，你有他们的交易记录，很多人的，如果中国政府说我要看你的文件，你怎么说？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。我跟他们说过，不管什么政府，你要到我这来国家安全反恐，我们一起合作。如果你是罪犯，我们和你合作。除此之外不行，我们是商业，数据非常有价值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。这个数据要泄露的话就成灾难，这里当然有隐私问题。我觉得几百年前人们说，我宁可把钱放在枕头底下，也不愿放到银行里。今天银行也很特别，他们知道怎么保护钱，比你知道的多。隐私问题、安全问题，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解决方案，没有答案，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会有解决方案。在今后10到20年会有突破的，我完全有信心。
你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理想，就是说没有做不成的事。如果人说不行，你就说这只是开始。这个主意你从哪儿来的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，我觉得我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能做到，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做成的，有些事情，所以你要想一想，你要想其他的，要考虑顾客、社会、雇员、股东，有很多事情。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努力工作的话，那是有可能的。我觉得我感到很热情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。前五年我们只是想存活下去，那是2000年是吗？后来我觉得哟，这么多人的生活都改变了，我感到非常兴奋。头三年我们没有收入，我们非常激动，继续做。我记得很多次啊，我去餐馆吃饭的时候，有人会过来，我要付账单的时候，餐馆的老板说：“先生，你的账单已经被别人付了。”这个小单子上面写的说：“马先生，你好，我是阿里巴巴的顾客，我赚了很多钱，我知道你不赚钱，我替你付钱。”我记得有一天我坐在咖啡馆里头，有人给我递了一个雪茄烟，里头有个纸条说非常感谢，我是你的顾客。我还记得我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里头，我上出租的时候有一个人替我开门，在门口的一个男孩说非常感谢马云先生，我用我的钱呢、我的女朋友呢通过你的网站赚了很多钱。所以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了，如果你不做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的，你做的话起码有希望。你的收入来自于广告，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交易费，大部分是来自于广告，一小部分来自于广告。是的，交易和广告的收益都很小，我们需要量。我们有1000万小公司啊，弄我们的平台。我们的交易的话，这仅次于沃尔玛，所以很小，很小的一部分的钱就已经数量很大了。我们是仅次于沃尔玛的。我知道我们沃尔玛的一个高管到杭州来，5年前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马先生啊，你做得非常好啊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可能10年以后我会比你大还大。”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真是有个希望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跟你赌吧。”我说：“10年之后我会比你销售额会超过你。”如果你想要有10000新顾客，你得建仓库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只要2个服务就行了。你现在市值跟沃尔玛是个怎么个比较啊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接近啊？我想是，可能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哈。那你下一步往哪走？马云希望得到什么？我想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，我们都有这种企业的创业的精神是相同的，我们是中国造。我记得当年开始的时候，我的使命就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做业务。所以今天呢，有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用我们的平台卖东西，3亿消费者从我们网站上买东西，很便宜，效率很高。所以我想阿里巴巴怎么能够为全球的小企业提供平台呢？如果我们能帮助挪威小企业卖东西卖到阿根廷，阿根廷消费者可以买东西从网上从瑞士买，
如果我们，我觉得我把它叫做，不知道这个用词不对哈，我把它叫做电子的世界贸易组织。世界贸易组织是上世纪成立的，它帮了很多大公司在世界各地卖东西。今天互联网可以帮助小企业卖东西，跨大洋，跨国境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服务于20亿消费者，能够帮助中国以外的1000万小公司，是中国之外。我们帮助华盛顿州的一个美国农民，把去年他们把樱桃卖了300吨，卖到中国去了。美国大使找我说：“哎，马云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们卖樱桃啊？”我说：“什么叫樱桃啊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水果啊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能卖水果呢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们试试。”我们开始卖樱桃的时候，那樱桃还在树上呢，所以我们预订单，8000万家庭。订货，我们赶紧收樱桃运到中国，48小时之内我们就把樱桃全卖完了。消费者非常高兴，我们得到了很多投诉信啊，3天之后投诉信说为什么只卖100斤公斤啊，为什么不多卖一斤啊。所以呢，2个月之前呢，我们班住这，我们卖了，在中远的帮助下，我们办了300吨的坚果卖到了中国去了。我们还卖了阿拉斯加的海鲜卖到中国去了。我想我们能够卖海鲜，可以卖樱桃，为什么不能帮助美国或者欧洲的小企业卖东西卖到中国去呢？中国需要啊。所以我就想做的就是这个了，要让20亿消费者，中国的、亚洲的、发展中国家的，怎么能够帮助他们买东西，全球买。阿里巴巴帮助后数以百万的人从脱贫变成中产阶级啊！你们在增长的时候，他们这个人数也在增长。你看看国际市场，你在俄罗斯做得很不错，做得多好啊，做得相当不错。我们在巴西也做得相当不错，俄罗斯我想现在我不知道，我们要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或者第三最大的电商。我记得去年我们开展了一场运动，也就是很多俄罗斯的年轻男女想从中国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俄国女孩下订单，收到产品从中国是要多长时间？2年前要4个月，他们还在买。经过我们一场运动之后，只要1个星期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整个俄罗斯的物流体系全部征服了。你还去好莱坞还投资？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我喜欢好莱坞的创新，这个数码这一切，我学到了很多，都是从好莱坞电影里学的，尤其是《阿甘正传》，我非常喜欢阿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淳朴，从不放弃。人们认为他傻，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感到很沮丧的是2002、2003年吧，在美国的时候，不是，比那个早，我感到很沮丧，我找不到互联网，然后一看电影，从我家里朋友的家里看这个《阿甘正传》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，就是这个人，我们得向他学，相信你自己做的事情，非常热爱，人家喜欢不喜欢不管，而且我也喜欢他们说的话。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。我也不会想到会有一天跟大家见面，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，我是从来没想到，但是今天发生了。我跟我们的团队的人15年前跟我们的团队说，喂，我们的努力啊，不是为我们自己，如果我们成功了的话，年轻人当中有80%都可能成功的。你看，我们爸爸也不富，叔叔也没权，银行不给我们钱，政府也不给钱，就是自己干。那你担心什么呢？
我担心的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已经失去希望，没有愿景，就爱抱怨。我们也有类似的时代啊，这不好，被人拒绝啊，被这么多人拒绝可不是好受的事情。我们感到沮丧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们发现世界上是有很多机会的。你怎么看世界？怎么捕捉机会？还有好莱坞也给我了很多灵感了。可是你是去找生意的吧？你是想制作电影赚钱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是电子商务公司啊，我们有很多产品啊，需要物流啊。电影、电视是你不需要物流的，电影很可能是最好的产品，是能够帮助中国年轻人的最好产品，帮助他们理解。我给中国的朋友们是这么说，我说你看美国的电影里头所有的英雄刚开始呢都像是坏人，就是坏事来了他们变成英雄了，最后呢他们也都存活了。中国你看英雄呢，中国电影里头英雄都死了，所以坏人变成英雄了，谁想当英雄啊？所以你想改变中国的这个英雄的定义？是的，英雄。我们现在很多英雄，世界里头很多。你也在看这个功夫小说吗？我看，啊，也开始写了。我觉得很好玩啊，功夫啊。你是想你自己做不成的事情，如果有点运气，不断的练习的话，有个好师傅的话，有个好团队的话，你就变成这大师了。所以呢，我忙的时候，累的时候，我就看功夫小说。你还和太极，就是那个太极，是吧？啊，太极，对，太极。太极师傅，你跟他带着他走，为什么？我非常喜欢啊，太极是个哲学，是阴阳。太极说的是你怎么平衡自己，就像竞争一样。人们说我竞争的时候说你是不是仇恨一倍啊？我说不不不，他们是个非常好的公司，他来我走，你在这打我就打那边，对不对？你在打上边我就打下身，对不对？这是个平衡吗？你重我小。我小的时候会跳啊，你重了你就跳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太极就是个哲学，我用太极哲学来运营商业，镇静下来，总是有出路的，把持好自己的平衡。同时商业就是竞争，竞争是很好意思啊，商业不是战场啊，不是你死我赢啊，商业是你死了我也不一定赢啊，所以呢这是很好玩的。所以太极给我了很多灵感。你希望你的生活，你的公司阿里巴巴能够改变世界，你已经在改变世界了。你提供了个平台，使人们可以买东西，而且让很多人有了生计，而且你也相信阿里巴巴是应该能够改变妇女的生活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首先第一，在很多年以前我想改变世界，现在我想你要改变世界的话，改变世界的话要先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是更重要的，而且比较容易，比改世界要容易。第二，我想改善世界，要改世界的话恐怕是奥巴马做的事儿。我的工作呢是要确保我的团队很高兴满意，他们满意的话他们就让顾客满意。我们的顾客都是小企业，他们都高兴的话我们也都高兴。说到妇女的时候，我觉得阿里巴巴的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有很多妇女。你的比例有多大？我想两三个月之前，上市之前呢，有一个美国媒体的记者到我们公司来，他问我说，马云啊，你们这儿 女的这么多啊？我说怎么了？我们有员工47%
是女性，47%。我们其实是51%。现在呢，我们买了一些，我们本来是51%呢，买了一些公司以后，他们的男人多，所以我们的比例下降了。我们的管理人员当中30%是女的，高层。最高层的里头有24%是女的，有女的 CEO、CFO， 很多女性。我感觉跟他们一起工作很舒服的。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妇女，如果你在21世纪要赢的话，一定要确保要让别人有力量，要让他们比你强，你才能够成功。所以我觉得，妇女她想别人想的更多。妇女总是想孩子啊、丈夫啊、父母啊，想的比男人多，所以这就是用户友好的这个根基了。还有，我们一两分钟就要结束了，在中国今天你是不是担心经济放慢啊？不，我才不担心呢。我觉得中国放慢速度好得多，不能老是9%啊。中国今天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。不可能老是9%啊！如果中国还是9%的话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蓝天就看不见了，而且质量也不会有了。中国现在要注重质量，经济的质量。如果我们有很多好莱坞啊，有很多体育啊等等，那。GDP 要大了还好一些，就像人的成长一样，你的身体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嘛。到一定的时候呢，增长速度会放慢，但是你脑子、心、文化、价值和智慧这个要增长。我觉得中国朝着这个方向走。你看到了莫迪，印度的莫迪看了吗？你想去啊，是吧？好的，最后，你是世界上现在最富有的人之一了。你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，你想从阿里巴巴之外，超出阿里之外，还要得什么呢？我是最富的人，我跟我自己说过，我过去3个月不高兴。人们说你是中国最富的人，人们说你是全球知名人士了。我说我不是啊，你是啊。我从来没这么想，没可能是，可是不管怎么样吧，15年以前我在我的房间里头，我当时，太太是18个创始人之一吧，我问她，我说你希望你丈夫富有吗？我当时从来没见过中国有什么富人，杭州也没有，还是你希望你丈夫是受人尊敬的人？她说当然是受人尊敬的，因为她从来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我们会富的。我们只想活下去啊！我相信我们有100万美元，这是你的钱。2000万美元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有问题了，你担心通货膨胀了，要买什么股票等等，头疼了。你有了10亿美元以后，这钱就不是你的了。那就是信任，是社会把信任给了你了，他们相信你能够把钱管好，能够把钱用得比政府更好而已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有资源做更多的事情，我们现有的钱再加上我们的影响力，我们要多花时间花在年轻人身上。我说有一天我会返回教学，去学校花时间跟年轻人一起跟他们分享我做的事情。钱不是我的，我只是很高兴的拥有这些资源，我想做得更好。你跟他们讲你的故事就行了，对，跟他们讲故事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被拒绝30次的人不多吧，我们不能放弃，我们就像阿甘一样，持续的争斗，持续的改变自己，不要抱怨。你成功不成功？我觉得人们做完一件工作，如果犯了错、失败的话，如果向别人去抱怨的话，那这个人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如果这个人呢，只是检查自己，是，我这儿做的不好，那儿做的不好，那这个人就有希望了。
马云在这个我代表在场的观众和世界各地观众感谢你。